像是飞过暑假，发现物是万人头，之前就嫌弃，其实真的要把妆化成粉色，就变公主病了，听着违背爸妈呀，开机就会。有一个愿望，对不对？希望林立呢可以在艺能界里面站得稳脚。妈妈反而是啊，让你有限制吗？我不靠母，对，我不靠母，就是我想跟我妈做一样的工作，但是我不想跟她走一样的类型啊，因为她。人哪问你家到底什关系？不用，今天不用了，今天你是不要，不要，今天你是这首歌不适合这样跳。会觉得妈妈，因为妈妈是要逗趣大家，所以会三班。其实妈妈私底下是一个慈母，然后新二代。你看邓紫棋，哦，为什么邓紫棋？因为我很喜欢像邓紫棋一样改编歌曲啊，改编。对，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我都会想到我妈的风格，所以我才要自己学创作，然后创造我的风格，想跟妈妈切辣妹，辣妹驾到，走出自己的味道啦。因为他的大家看到他都想 cue 他唱台语歌，但我私底下跟妈妈讲过了，跟秀琴讲过，我说孩子千万不要揠苗助长，你一下子要把它推到某一个高度，比如我们应用火箭推好了，啪推还没破那个大气层之前，我们已经没力了，然后你就看着它坠落了，哎呦，那个才是最大的痛苦。你看我儿子，露西泰。生女儿多好，对不对？乖乖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讲讲干话，一出来是公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有的没嘎嘎呀，哎，嘎彪嘛，煎个蛋鸡吃，大家都开心。你要加油，好吧？慢慢来，你不要急，别急着说我们可以一朝成名怎么样？艺能界没有这样子的，好，好吗？多加油，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叫什么？它是田馥甄的《不醉不会改编》的，叫《二代不累》。二代不累，来，一起来 play。时间的放大镜挑毛病，累不累？开始害怕承认我父母是谁？亲爱的光环好美，美得我好狼狈，举手投足不小心就上本命。不想收回过暑假，发现五十万人头之前就嫌弃，随时准备你装好全粉色，就变公主病了，听着违背爸妈呀，开机就会。几岁？15岁，15啊！15啊！哎，还不错，一年了，长大一岁，过去一年了。等那个弟弟从 Boston 回来，我再介绍你们认识。哎呦，好吧，来，评审老师，哎，这很可爱，他自己一个人呢，有大伤之风，15岁啊，15岁啊，然后他能够顶住这个新二代的这个压力，不容易，而且这个舞台上又只有他一个人，对呀，没有 dancer， 而且有的人很下流了，带一堆 dancer， 然后一直跳，一直跳，然后哦哦哦。
林哥在讲你啦。就干！有带灯子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表演怪怪的，很干嘛。啊，你不会啊？你看，不然这样一个人出来哦，很干哦。没啦，预备开。先不要了，超过了。他才15岁嘛，我们给他机会嘛，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嘛。好好加油啊！OK。